好，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8年3月11日星期一上午9:03至12:28，3月14日星期四上午9:01至11:39，地点北院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童慧珍等14人，列席委员曾明忠等13人，列席官员3月11日及3月14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詹定一等，主席李召集委员困者。3月11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信管理法草案等11案，决议本日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信管理法草案等11案，本周四继续进行逐条审查。委员陈明文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列入记录。审查结果：行政院提案第9条、第35条、第40条、第41条、第43条、第46条、第49条、第58条、第64条、第82条、第87条、第93条条文及委员提案各相关条文，与委员陈明文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第35条、第58条条文均保留。委员陈淑月等19人提案第41条条文保留，并行政院提案第40条条文审查。委员陈淑月等19人提案第49条条文保留，并行政院提案第46条条文审查。委员徐玉仁等16人、委员徐正惠等16人提案第73条条文，及委员陈淑月等19人提案第83条条文均保留。第二章第3节之节次及节名第14条、第16条、第18条、第19条及第21条。第二章第4节之节次及节名第22条、第23条条文。第二章第5节之节次及节名第25条、第26条条文。第三章之章次及章名。第三章第1节、第2节之节次及节名第32条、第34条条文。第四章之章次及章名。第四章第1节之节次及节名第38条条文。第四章第二节之节次及节名第39条、第42条、第44条、第45条条文。第四章第3节之节次及节名第48条条文。第四章第4节之节次及节名第50条、第51条条文。第五章之章次及章名第五章第1节之节次及节名第56条、第57条、第60条、第62条、第63条条文。第五章第2节之节次及节名第65条至第67条条文。第六章之章次及章名第68条至第71条条文。第七章之章次及章名第74条、第75条、第78条、第80条、第81条条文。第八章之章次及章名第84条、第86条、第88条至第92条条文。第94条及第95条条文均照行政院提案及各委员提案条文通过。第15条、第24条、第29条、第30条、第33条、第36条、第37条、第52条至第55条、第59条、第61条、第72条、第73条、第76条、第77条、第79条、第83条及第85条条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17条、第20条、第27条、第28条、第31条、第47条条文均依行政院提案予以修正通过。3月14日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信管理法草案等11案，决议本日讨论事项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信管理法草案等11案全部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条文条次及条文中引用条次授权议事人员调整，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李召集委员困者补充说明。委员新增修正动议事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审查结果：行政院提案第9条、第41条、第64条、第82条条文及各委员提案各相关条文，与委员林俊宪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第9条条文，委员陈欧珀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第41条条文均保留，送院会处理。委员徐玉仁等16人、委员徐正惠等16人提案第73条条文，及委员陈淑月等16人提案第83条条文，均不予采纳。第35条及第49条条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37条条文更正3月11日审查结果，依委员陈明文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予以修正通过。第40条条文依委员陈淑月等19人提案予以修正通过。第43条条文依委员萧美琴等16人提案予以修正通过。第46条条文依委员
行政院及各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58条条文一行政院提案予以修正通过。第87条条文一委员郑宝清等16人提案。第86条条文予以修正通过，条次调整为第87条。第93条条文一委员肖美琴等16人提案修正通过。通过附带决议，向三位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议事录通过。现在介绍在场委员，首先介绍我们郑宝清委员、叶怡金委员。现在介绍列席人员：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詹廷仪主任委员，请坐，谢谢。综合规划处王德威处长。谢谢，请坐。平台事业管理处陈春木处长，请坐，谢谢。电台与内容事务处林金义处长，谢谢。基础设施事务处罗金贤处长，请坐。社评与资源管理处陈崇树处长，请坐，谢谢。法律事务处黄文哲处长，请坐。北区监理处温俊玉处长，谢谢，请坐。中区监理处黄宗奇处长，请坐。南区监理处刘峰章处长，好，请坐。秘书处石伯仁主任，谢谢。人事室林文义主任，谢谢。政风室林卫明主任，谢谢。主计是陈静新主任，谢谢。好，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詹主委报告业务概况。谢谢赵委长，各位在座的委员，还有我们相关的行政机关的同仁，以及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谢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进行这个立法院第九届第七届这个交通委员会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业务概况报告。好，下一页。我想我们这个NCC 其实在这个通讯传播基本法以及我们的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组织法所赋予的任务之下，我们积极来办理相关的通讯传播监理的业务。那这个业务我们接下来的报告会分成五个面向来跟各位做一个整体的报告。第一个面向是在建构宽频基础的环境来驱动数位经济的发展。第二个部分是在健全广电产业，提升传播影视的能量，维护收视听的权益。第三个部分是关照偏乡离岛的需求，建构数位包容的社会。第四个部分是维护通讯传播的秩序，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第五个部分是建构汇流法治的环境，鼓励产业的创新。那我想以下就这个几个部分来做报告。好，下一页。首先在再下一页，在这个建构宽频基础环境的部分，哈，我们大概有列了这个8项的重点的工作报告，包括 5G 跟物联网频谱的整备、演绎试照的方式，以及完善行动宽频网络建设，还有这个有线电视全面数位化之后，带动数位家庭的这个智慧家庭的发展。同时很重要，在宽频基础网络的建设之下，其实落实资安跟推动物联网相关的资安的工作是重中之重。再来就是最近大家也很关心的有关这个 DNS， 也就是网域名称的解析系统，哈，这个 DNS 的管理，还有就是公司的协力如何来友善网络的应用环境。另外就是掌握国际治理的趋势，还有就是国际通传交流的合作。好，接下来 5G 的议题，我想经过去年上半年一直到现在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应该已经在台湾来讲，我们的政策已经日趋的明确。就这个 5G 的部分来说，我们其实在
这个会内从去年开始就有成立这个 5G 发展研究跟推动工作小组，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 5G 发展频谱整备的研习报告，因为频谱必须要跟国际接轨，同时又要不互相干扰，而且要掌握稀有资源的有效运用，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完成了这个 5G 发展频谱准备的研习报告，然后也在去年很快的提报到行政院科技汇报。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去年底这个行政院科技汇报就召开了这个行政院的这个 5G 产业策略，也就是 SRB 的会议。后续陆续的工作就包括目前为止在科技汇报这边已经协调了这个行政院相关的部会，确认了我们未来要试照的这个中频段跟高频段的频段。那同时在应该在今年的上半年就会将我们行政院就会公告确定我们的这个频谱一览表。那同时 NC 在之前谈到的这个频谱准备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就这个未来试照政策研议的规划，还有这个拟定试照监理之后所需要的竞价的程序，以及建立电子相关的系统受理申请的审查，还有更重要的这个等一下后面会提到，在我们电信管理法如果能够很顺利的往前去施行公布施行的话，我们相关配套的子法非常多也就是在未来行动宽频业务管理规则里头需要修订的，配合未来 5G 试照的工作，那这些我们都会在几乎等于是压缩在接下来半年七八个月的时间必须要有效的来完成。那再来下一页，那另外就是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行动宽频的网络建设有没有能够真正去支持这个行动数位生活，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里头特别关心公共场域、交通、观光以及其他特定区域的通讯品质。那在107年度底，我们已经完成了高铁全线、台铁北回线、花东线的这个隧道区段，还有高雄铁路地下区段的行动通讯讯号的改善以及优化。那在108年度，我们会持续的针对台铁的宜兰线、南回线、台北地下隧道行动，还有另外甚至这个苏花公路那所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行动通讯的品质，我们会持续来做。特别另外还有针对观光旅游的需求，针对国家公园区域等等的山区或者是观光的景点，要增设行动通讯记忆台。好，下一页。另外在这个有线电视，因为它全面数位化之后，在过去几年的积极推动之下，全面数位化之后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宽频的另外一条高速公路，所以到目前为止107年度12月底为止，我国有线电视播放系统的整体系统头端跟传输的设备比例已经达100%。那就这个部分来说，我们就要运用这样的一个全面数位化的宽频网络，所以NCE 的委员会也已经决议通过，在108年底全部的这个基本频道都应该用高画质来播送。那高画质来播送需要有线电视系统的配合，也需要频道的业者提供高画质的这个讯源那所以就这个部分都已经责成相关的业者必须要全力来配合。另外就未来 4K 8K 的发展，我们会里头也已经就这个国内有线电视的这个系统升级 4K 播送进行政策的准备，会用政策导引的方式来让业者往这边来做。好，下一页。那刚刚谈到资安是这个重中之重所以在这个我们通讯网络在基础层跟逻辑层是所有关键基础设施中的关键基础设施，所以就这个部分如何建构一个安全跟这个顺畅可靠的这个通讯传播的环境，是以 lifeline 不中断，让所有的这个通讯的网络能够不中断，即使是受到破坏或者是恶意的干扰或者是临时的故障，都能够有紧急的备援。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在过去几年陆续修订了第二类电信事业管理规则、固定通信业务管理规则以及行动宽频业务管理规则，增订资通安全专章之外，我们在3月6号，也就是前几天，在845次的这个委员会议，也特别再把卫星广播卫星事业相关的规范也纳入了这个资安的规范。那另外在 DNS 的这个资通安全防护能力的部分，自从 TWNIC 改立为 NCC 之后，我们就这个部分107年度也已经针对5部 DNS 伺服器以上的8家电信业者都有办理相关的资安情境的演练，同时提升它这个资安防护的功能。另外在这个物联网设备的这个资安检测的方面，我们跟经济部一起共同来推动，107年度已经针对无线 IPCAN、WiFi、AP、无线路由器、联网功能的 MOD、有线电视机上盒等，有这个资安技术的指引、检测的指引。108年度，我们会陆续在往这个智慧音箱4G宽频的分享来往前去推动。
再来就是有关 DNS 的这个产业面的发展哦，就这个 IPv6 全力的推动，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0.46%提升到去年底已经到29.63%，成长率大概是相当的惊人哈、哦。那这个部分就要提供给未来宽频的运用。好，下一页。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网络层级的部分哈、哦，我们在这个网络层哦，透过相关的公司协力的工作，比如说以这个OTT 我们跟文化部一起成立的这个 OTT 教育平台，另外还有儿少，我们跟卫福部依照儿少法哈、儿童少年福利权利保障法，因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太阳还是要各该主管机关认定，可是作为通讯传播的基础层我们也主动的来跟卫福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好，下一页。那另外还有这个就刚刚举例。好，接下来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国际事务的参与，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理解这个ICANN 跟这个 domain name 对于台湾的这个 cyberspace 的空间的发展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持续代表政府参加 GAC 相关的会议，那另外还有就亚太地区的这个 APNIC 的会议等等，这些我们都相关的参与。好，接下来那至于说跟这些国际事务相关的，我就不在这边赘述，只提一个部分，就是去年 NCC 成功的在台湾主办 TEL 58哈，那这个58大概是 APEC TEL 大概算是相对来讲是很成功的一次国际的参与，有 APEC 19个会员经济体340人来台湾参加，那相关的议题跟书面资料请委员参酌。好，下一页。那再来就是有关于广电的部分哈，这里就是如何提升好，下一页。好，有关于这个多元文化均衡发展哈、哦，这个部分在自制节目的比例，包括我们这个无线电视、卫星电视相关办法，也是在我们本届委员会制定了之后，在去年底上半年、下半年做过相关的查核。那这个查核的部分有一些没有办法达到的状况，我们会来要求相关的业者要做到哈、哦。那但是这个部分后续也有跟相关的业者还有消费者等等的团体其实有过一些讨论，所以针对所提定的这个类型节目的法定合格的比例、节目的定义、认定的标准、查核的期间等等，我们就在今天我们的晨报跟这礼拜的委员会，我们也会再提出征集外界意见之后的修订，之后也会对外做预告。那再来就是有关于电视节目广告区隔及置入行销及赞助的办法，以及广播节目区隔相关的这个赞助办法。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推动了之后，我们也做过了修订哈，相关的资料请委员参考。好，那再来下一页，再来下一页。好，那我想这里有提到广电业者治理的效能，还有下一页这个自律的规范。我想借这个机会哈，因为今天是业务报告，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我相信外界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包括刚刚媒体的记者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跟各位跟委员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我们这大概算是半年一年来的一些做法。那就这个部分来说，因为广电法相关的规范它有它法定的程序，可是我们在这个之上怎么去强化哈？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针对这个法定的第27条里头的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不管是事实查证的程序或者是这个公平原则等等的适用，其实业者他必须要纳入他的这个相关的规范，未来甚至成为营运计划的一部分，那这样子之后才在这个相关的要求跟这个监理上面可以有效的去落实。所以我们也就参酌这个 NHK BBC 相关的规范，那大概有要求这个业者已经都纳入了相关的这个规范，同时卫星工会也已经把这个修订入相关的纲要。那再来就是说第二个部分，我知道大家都可能目前为止哈，就这个事实查证相关的处置流程哈，那这个法定的程序不得不遵守，但是哈，这个程序事实上在过往的这个处理的经验跟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这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有相关程序的这个 improve。那这个部分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到这个过去咨询委员会，可能它是很长的因为它必须要去落实到业者的说明、内部的伦理委员会，再到NCC 的外部委员的咨询委员会，这是由我们的洪委员在召集的这个会议，然后之后再到委员会来审议。那这个流程我们把这个咨询委员会这边会加速它召开的频率哈，也就是说不会等到案件的累积才能，就是说大概未来可能很快，就是说只要有这个伦理委员会送过来的案子，我们就会往下去处理。所以加速这个咨询委员会它的这个召开的频率。另外就是说
对于不管是这个申诉的案件或者是我们主动查核的案件，第一个部分可能就会先邀请业者来做这个到会的陈述，因为这个部分可以第一时间去掌握，既然你有这个纲要，你如何去选择这个标题，如何去制作这样的一个新闻，有没有符合相关的自律规范，不是针对这个内容去做审查，而是针对这个流程跟 SOP 它如何去落实，你新闻编审的功能有没有发挥。所以就这个部分哈，视察证的处置流程，我们大概这几个月，包括像上个礼拜，我想大家有看到，就是说针对熊猫或者是文旦的这个事情，我们在上个礼拜就是事件，然后而且农委会已经出来澄清之后，我们就先请业者来到会说明，然后之后我们会再去 process 刚刚讲的这些程序。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这个公平原则以及其他广电法上面规定的一些相关的义务，有些它确实是没有它的法则的呈现，它可能是一个对于媒体的要求，但是当大量的申诉案件产生，当我们去主动观测发现到确实有一些自律的这个规范并没有去落实的时候，它其实是整体营运的行为，整体营运的行为。那这个整体营运的行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邀请新闻台的编审还有这个相关的学者专家，我们在不管是选举之后或者是二月十八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相关的会议。那这边其实学者专家提到了一些相当好的一些看法，就是说当新闻频道，我们有这么多新闻频道，它有外部多元的时候，可是新闻频道可能忽略了内部的多元性，对于是不是有新闻价值的资讯，它为什么没有新闻价，没有所谓传统新闻价值的资讯，它为什么要参采去做这个新闻，同时它内部有没有注意到多元化，还有就是说它这个内控的问题是不是有没有去落实。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在已经有几个行政调查的案例哈，那在这边也可以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刚刚谈到的前面讲到的咨询委员会加速化召开的频率，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就已经开了108年度的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咨询委员会。那在这里有几个相关的案件也会是外界沟通的关心的，那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经过最后委员会 final 的审查，所以结果我当然是我们还要审议，但是这里面就会包括新加坡超市的这个案子哈。那这个案子因为外交部也有严正的声明，所以我们咨询委员会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了哈。内容咨询委员会就是我们NCE 的外部专家。那另外还有像中心有特定的新闻台有大量报道特定的人物，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很快的就排到我们委员会来做审议哈。那所以就这个部分，除了个案继续去以更有效的方式去处理之外，针对整体的这个营运不当以及本身的自律规范有没有具体落实，它的新闻编审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在这个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整体往前来做哈。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也要呼吁哈，呼吁各界，其实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能够提振媒体的公信力哈。在这个资讯技术爆炸的时代，如果传统的广电媒体的媒体公信力没有办法提升，没有办法获得媒体的信任，其实是对反而是对于新闻自由的伤害哈，也是对于民主制度的伤害。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说，我们来做这个部分的强化。另外还有就是说NCC 改制成为独立机关之后，过去新闻局长期在做监看跟这个的工作，确实是没有再继续做，但是有这个侧路，然后接受申诉案件的时候会吊带。可是我们认为说以现在的状况，我们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些系统的应用科技的方式，做一些系统的这个建制。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新闻频道播送系统的观测哈，把这个新闻内容类型等等，不去做价值判断，但是把这个客观的资料去做这个资讯的揭露哈。所以这个应该也会很快，那这个外界也可以来公平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数量、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样的一个标题、这样的呈现是不是有议题哈，那就可以有一个 raw material 之下，接下来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这个都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委员会里头大概有一些重点的方向。那另外还有，我要借这个机会也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整体的这个过去我们称假新闻，现在所谓的假讯息或不实争议讯息，我要特别哈跟各界说明哈，这个议题其实都是民主国家非常关心的。那NCC 在106年，2017年的2月就主动在行政院院会提出示警哈，因为这个部分
3536次的行政院会 ，NCC 主动到行政院去报告，认为说未来的这个不实之争议资讯，它除了个别的及时澄清跟这些工作是不是有立法必要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它有可能会因经由资讯的操弄而影响到民主的这个制度跟这个价值。所以当时3536次的行政院会议的裁示是非常清楚的哈，非常清楚的，就是说相关的部会还有这个政还有政委哈，对于这个治安防护、犯罪侦防、国家安全的面向配套的处理机制应该怎么样积极去那个。那当然，过去两年时间，我想因为它本身哈，针对不实争议讯息，它其实已经到这个资讯战、情报战或心理战哈的另外一个层次了。这个是在广电如何落实之外哈，那这个可能需要国安有更多的琢磨。但是 NCC 在这个部分，我们就除了广电的部分，尤其是在针对网络的讯息参采作为新闻的这个素材必须要去强化刚刚谈到的上面这些程序之外。邀集大型的平台，大型的平台它必须要在它国际上有去落实的这些制度，比如说它针对选举的广告，针对内部的 fact checking 就是事实的查核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机制，应该要在台湾也要来做这个事情。同时第三方事实查核中心哈，在这两年我们也是鼓励然后就成立，那个没有政府的介入，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又去做文章说好像政府介入，因为这个东西是因应 disinformation 配套必要有的措施哈。那 NCC 当时的建议，在行政院会建议，后来在欧盟去年的报告里头都呈现出来哈。那我们现在还会再做一件事，就是说针对大型平台的这个 code of conduct， 他们如何再更去落实本身内部的这个，我们已经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那现在会由台北市电脑工会，他已经在上个礼拜的民间 DG Plus 的民间咨询文会已经提出这样子一个倡议，那得到民间的这些相关的意见领袖以及资通讯业者的支持，那个部分会由公司倡议一起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类似像欧盟这样子的一个 Code of Conduct 要求大型平台的这个部分往前去推进。那我要再次强调 Disinformation 它会影响到的，如果已经引申到延伸到跟国安或者是整体治安的政策，确实是需要比较多部会跟相关部门机关来的，那我们会在我们的法定执掌范围之内来往前去做，甚至更积极的提出更多的建议哈。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因为大家比较关心，所以我花一些时间哈做比较完整的陈述。好，下一页。那再来就是我想交通委员会也非常关心，就是偏乡离岛的这个部分的需求，建构数位包容的社会。好，下一页。那就这个部分来说，在过去长期，其实 NCC 是以普及服务基金哈，要求业者来针对这个不经济的地区，大家如何来分摊这些相关的费用。那当然从去年开始，也在行政院支持跟所有的立法委员支持之下，就这个前瞻基础建设也有一些 incentive 的基金来导引业者往前去做。所以到这个107年底为止哈，本会完成偏向22项的这个 GBPS 的等级固网的宽频，还有90项100 Mbps 的这个热点等等。那同时也改善了包括澎湖的望安乡、七美乡、台东的绿岛乡、兰屿乡、屏东县琉球乡等等哈，这些相关的这个骨干网络频宽不足的问题。那另外在这个完善防灾行动基础建设之上，这个部分尤其是特别在前瞻基础建设挹注来支持我们做这个强化防救灾行动通讯基础建设，那这个部分会包括定点式的以及机动式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个支持。那第一期哈已经完成建置56台定点式、26台机动式的这个防救灾的行动通讯的平台。那我们在第二期哈，今年跟明年还会陆续再做40台以上的定点，48台机动式的这个防救灾。好，下一页。那另外在这个偏乡离岛有线电视广播数位化，好，107年度完成6件的补助，包括现在花东跟金门离岛已经完成100%的数位化，然后连江地区的数位化是也都到一半以上哈，108年2月底之前。预计这个小琉球离岛地区也可以完成100%的数位化。好，下一页。那这个无障碍检测的这个相关的标章已经落实了哈。好，下一页。那另外就是试读哈，刚刚讲整个 disinformation 的这个整体的里面来说，当然你也可以采取用国家安全的方式哈去处理。另外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怎么样去呈现，所以媒体试读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好，下一页。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通讯传播的秩序，好，那我重点做报告，好，下一页有关于这个电信批发价格，好，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尤其是未来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行动通讯的相关的，不管是资费也好，使用频率使用费也好，哈，这个我们都做过非常多的讨论。那就这个批发价格的部分，我们是以批发价格为管制的核心，以零售价格为管制为辅，也就是说不直接去管零售的价格，但是透过批发价格的调整跟联动来带动业者作为零售价格的这个处理的依据。那除了之前已经通过第一类电信事业电信资费价格调整的系数之外，我们在这个去年的九月底也通过调降固定通信业务事化主导者的这个接续费率。好，下一页。那另外宽频上网，尤其是行动部分的品质，我想业者大家也都非常关心。那之前我们透过4G记忆台广部件之后，有这个零售行动量测，这是一个驱动的力量，因为业者之间他就会知道说他建设哪里不足，或者基于竞争、基于合作、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会去加速他的建设。另外，我们在去年也制定通过了行动宽频服务品质规范的实施要点，就是说进一步去要求他的这个品质哈。那这个品质里面就会包括他服务的效能、客服的处理、客诉的处理、账户的服务等等，包括定了25项的服务品质。好，下一页。另外，当然就要落实在营运规章里面。好，接下来再下一页。好，那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第三代行动通信，就是那个3G 终止之后哈，权益的维护，我们其实我想因为外界的这个重大新闻很多，所以大家可能都比较没有关注到，就是说我们其实2G 的终止、3G 的终止非常的不容易哈，就是说在非常大量的用户的情况之下，我们透过非常有效的这个宣传跟业者的沟通，所以我们其实尤其是去年底这个4G 终止，其实是从原来的600多万户大幅降低到非常少数的这个，同时没有引发任何的消费者纠纷哈，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来说，其实就是未来积极的为这个4G 跟5G 行动宽频的这个环境来做准备。好，下一页。那当然电波的秩序持续的去维护，这个大概尤其是这个新时代的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协助我们做很多相关监理的工作。好，下一页。那另外就是这个部分，我们持续在这个跨部会的平台跟检警调一起来协助协力。好，那在防告警，我想最近因为透过非常多的这个已经大家更了解这个灾防告警的系统，我想不管是对于未来这个灾害的防救，还有甚至重大紧急事件的推波哈，其实这个讯息的这个救难讯息的推波示警哈，其实都有相当的帮助。好，下一页。那另外就是有线电视，我想这个部分哈，我们陆续推动的就是这个公共众收视听平台范围的这个延伸到 MOD。那另外还有就是针对有线电视申请频道规划及类型变更许可办法，也要纳入协商的机制。另外还有很重要的，这就是过去大家一直在谈的分组付费。那我们现在是提出一个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收费标准的修正草案，上个礼拜3月14号。也已经召开了这个公听会。那我想就这个各方的意见，包括消费者的意见，甚至跨平台之间未来如何去基于不同的定位的属性，因为有封闭性跟非封闭性的系统，但是它彼此之间对于付费跟消费者的选择，它会有相当的竞争甚至合作，所以就这个部分我相信是会有正面的带动。好，好，下一页。那另外还有就是除了资安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各资的保护。那在这边我们相关法令的落实，还有督导业者做法遵。那除了法遵之外，如何就非涉及个人资料而能够以大数据的方式来协助业者做营运模式的开发跟推动，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往资料价值的方向来研习，然后来协助业者。好，下一页。好，那接下来很重要就是相关的法制配套。接下一页。那我们电信管理法跟数位通讯传播法是在前年底前年从这个行政院送到立法院。那我要非常的感谢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委员哦。事实上，在上个会期，我们数位通讯传播法的通过，以及在上周哈、在非常赵伟主持，各位委员非常帮忙的就是说大家一起共同非常逐条的讨论的情况之下，我们电信管理法在保留4条协商的情形之下，已经完成我们一读的审查程序。我要再次借这个机会非常感谢我们委员，因为这个法律即使20年来没有变动，但是它是为未来的这个电信的环境、宽频社会的环境，以及未来的数位经济跟网络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新的监理的思维，所以我要再次表达感谢。好，下一页。那再来，
这个那当然这个法案目前已经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朝野协商的阶段。好，下一页。那另外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传播的部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大家非常关心广电三法，可是我要谈的是说广电三法我们会持续来做修订，可是有很多广电市场秩序的维护跟建立以及产业的健全不一定要到广电三法的阶段，因为它修法有它的需要沟通的这个层次跟它的不一定那么能够很快的来推动。所以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个多元付费的方案以及公平上下架等等哦，甚至未来还要再进一步去讨论到授权费以及协商调处是不是还要有仲裁的机制，这个我们现在都不带广电三法的修订就必须要往前去做的哈，这个也是要提振我们产业发展很重要的这个重点，还有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好，下一页。所以我们用绿皮书、白皮书，同时还有相关的行政办法跟这个推动。那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媒体多元维护跟垄断防治法的草案。那就这个部分来说，我们委员会哈还有工作小组其实是非常审慎的在根据外在的环境做这个讨论跟外界不断的沟通哈。那在我们委员会839次委员会通过之后送行政院，那也借这个机会说明一下，就是说在上个礼拜五我们有收到行政院希望我们就这个法案跟其他法律之间可能有的一些竞合关系。那当然我们其实在讨论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有做这部分有过考量了，所以我们会来了解就是说行政院这部分的考虑以及我们后续应该程序上怎么样再来进行。好，下一页。好，以上。所以很快的利用这时间来跟各位就 NCC 整体的业务以及中间可能有一些在现阶段大家特别会关心的事项做比较完整的报告。好，以上，谢谢。哦，对，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们招委，还有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期以来对于我们NCC 业务的这个支持与这个督促，谢谢。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询答时间，出席委员8+2分钟，列席委员6分钟，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登记于10:30截止。各委员如果有提案，请在10:30前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中午我们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的郑委员宝清发言。谢谢主席，是不是可以请主委？好，请主委，谢谢。主委，委员好。我在去年的10月4号就提醒你说，对这些假新闻、这些假信息，你要处理。我记得你在委员会里面发怒，不高兴，好、哦，你还这样拍嘞？我下面的委员跟我讲，他拍麦克风，你还不讲话，骂我懦弱了。我想我不是懦弱了，我们只是想说把事情解决哈。那2018年10月4号到今天已经快半年，快半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 NCC 没有太多的作为，没有太大的作为。我们看到啊，苏奎痛批啊，说水也管不到，他什么也不管。水也管不到，他什么也不管，表示说他虽然尊重你们的独立职权，但实际上你没有做事。所以你什么也不管，所以这个、啊、谁也管不到，什么也不管，这个诸位你有什么回应吗？好，首先我要先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之前的那个答询可能在这个中间其实不是针对要不要去处理一些相关的行政程序，所以那个部分我可能还是要再先致歉哈。那至于说院长提到的这个东西，应该这样看这件事情。我刚刚特别在业务报告里头有用一个时段来说明哈。那这个部分是如何让既有的法定的程序能够更强化，这个是绝对我们本来自己也会检讨的，不带外界的检讨，我们也会来检讨。好，主委，我请教你一下哈。从我10月份提醒你到现在，7年时间到现在，现在到底处罚了几件？嗯，对这种不实的消息，开罚几件？好，那跟不公平的报道。好，
那从之前到现在哈，就是说因为刚刚这些流程的原因哈，那所以目前为止针对事实查证的部分，应该是有一箭中天的一箭东升的。那我刚刚有特别讲，我们今年会加速内容咨询委员会的程序。你不要跟我讲程序了哈，这实际上你们现在的处罚里面哦，违反这个广电卫管法里面第27条，它有很多个层级可以处罚，就是很多的手段可以去处理。它最轻的是处20万、20、40、60、80、100，甚至到200，这10个层级，你们是处理处罚最低的。第二个，甚至于可以停节目跟停广告，你们通通没有做，通通没有做。现在你跟我讲说程序，这个也是半年前跟你提醒的。你们现在昨天副主委讲说处理程序要1个月才可以完成，就是有一个病人家 CPU 在严重的时候，你告诉他说你放心，我们医生1个月以后就会来了，这一样的道理呢。注意，不做事情的时候可以找100个理由，是要做事情找1个方法就好了。我们希望你去找方法，而不是叫你去找理由。所以我刚刚特别在业务报告的时候，我也特别说明这一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就事实查证的部分呢，如何让这个相关的时间能够缩短，但是在第一时间就是来做说明，之后再去 process 后面惩处的程序，可能的惩处的程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大委员可能注意看一下第4款里面它这个是自播新闻违反事实查证，那有一些它有一些宣示的规定，比如说公平原则或等等，它可能不一定有处罚的条款，所以我们也去处理。不然，不是啦，我跟你讲现在主委现在怎么解释？我想整个台湾人民是不会接受的啦。不是为了你到现在只有罚一个20万，你不会跟他罚200万吗？你不会叫他停止节目、停止广告吗？这是法律给你的权限，而且这法也不是我们修的，是国民党时代去修好了。是，我想我们所以这个委员会来讨论。我想我要讲这个话的语重心长，就是即使我们现在不执政了，换国民党执政，国民党希望你去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让维护台湾安全跟台湾消费者权利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告诉我就简单啦，你上次我问你的时候，你说为了维护国家的其他的权利，所以你主张言论自由吗？我没知道不是不是，我要跟委员特别再澄清这一点，因为这个后来造成蛮多的误会。我在回应的时候都有非常清楚的表达，就是说，我讲讲注意做事情当然有轻重缓急啦。没有这个绝对很重要。轻重缓急里面重要的要先处理。如果国家被搞到垮掉了，政府垮掉了，你想那言论自由还会存在吗？是，所以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啦。皮都没去啊，头毛被坑在倒了。所以提的非常重要，我很快讲一下就是说。跟国家安全或治安有关的，我们会在看这个重点的这个国安的判断那再来就是很重要，就是说针对这个应该我要讲什么忘记了。就是主委，我来讲就是讲，足简单啦，你的尚方宝剑只有高高举起，但是非常非常轻的放下。你无得真正出力嘛？你出力得20万，他一个广告都不止收入20万啊。怎么这个罚20万？这是一个笑话了，而且没有人性化，这让人家更让人家痛心。我现在请问主委一下，6则假新闻 ，NCC 有任何惩处吗？总统坐装甲车看灾，假账号控层级舞弊，日本关西机场害我们的外交官自杀，北漂青年竞选影片，北农华拉哥下跪，蔡英文租太平岛给美金。这个根据台大的研究。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办法去判断说是对错了。注意啊，有任何惩处吗？就这个部分在广电媒体的报道部分，日本关西机场的事件，我们也已经走到要到委员会审议的程序哈。那至于说其他几件，林管够教林管一个月流程早就该审议完了嘛？起码刚过一个月时间。我刚刚讲就是说之前的案件可能审议委员会他会。辩证说他的召开的时间，他的频率没有那么高。那我们现在加速嘛？你为什么不把频率加快呢？是，要做事就有方法，不做事就有理由嘛。是，我们会一定会积极来处理这个事。注意我跟我听这起来讲我们不可以做空中的梦想家了，你要做地上的实践家，要去做事情。是，一定讲到这歹听，
都不是院长说NEC违反这个所谓希望尊重你们能够独立行使职权的这种精神，都不是。他讲得很清楚嘛，谁都管不到你们，但是你什么也不做。所以我讲好，注意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啦吼，不是这样。你刚特别在报告里面讲说要什么维持消费者的权利啦，要这个让他们通信的自由跟安全呐。其实我们很多事情都出了问题，不是只有假新闻呐。我讲一个下一个给你看，这当然这嘛是足严重的代志。这个他现在跟你们答复，你们可以在这里报告。说他是啊，因为临时去访问那个消费者，临时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农夫，他讲出来的话，他没有准备，他标题内容全部准备好了，这个属实足清楚嘛，因是在糊弄你们嘛，我对不对？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就是说政论的节目也在相关。他给你们讲是说没有事先安排吗？他讲是他讲，审议归审议啊，审议要快一点啊，如果拖拖拉拉慢来，上个礼拜正义就不是正义啊。上个礼拜因为这个事件是上个礼拜发生，第二天就请他来说明，那之后我们就会来 process 这审议的程序哈。所以我想，我再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这里面相关的事情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对 NCE 的立场来说，是提振媒体的公信力。搞到最后，媒体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相信的时候，其实对台湾真的是很不好了哈。所以应该是国家的斗气啊嘛，国家倒了啦。来，我再请问主委一下，这个上个礼拜啊，我们的陈明文哦，委员特别去请教你们，3月4号到3月10号这七天当中，中天有多少播了几则新闻？几则跟韩国瑜有关？占的比例是多少？好，我跟委员报告，我现在手上，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他不是当场去监测，那但是我手上有的资料是1月份、2月份，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则数。那我刚刚也跟委员报告，就是说针对这个量的部分的报道哈，已经有相关的案件，然后在这个上个礼拜的内容咨询委会都已经有做过讨论，有一个案子你占比例多少了？这个比例确实在则数上面，它的量是比较大哈，多少多少，你告诉我多少就好了。大概占到差不多将近一半，就看时间点，就是那个时间点，那个一个重要的媒体，他把一半的时间都报一个人，这根本无冤公平的关键。这里面哈，就是要去扣接到他的自律规范里面有没有真？他照理说政治相关的新闻，他不可以扣接到人。他不自律的时候就需要他律嘛。所以我刚刚有特他律就要加强。所以我刚刚由他自己讲说自律气。所以我刚刚有强调，就是说这个看起来自律是不是有失能哈？是整体营运是不是有失控？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去来考虑。我懂了，要做这物件。咱稍微，我现在跟你讲，严重的是我们中国的解放军。把他们所有台湾所有重要道路，所有重要道路，包含了我们的捷运、高铁、铁路，我们所有的系统，通通被他们标走了。注意在这个代志在不在？你嘛不在？不是，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是这样哈，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核网4G跟5G，未来我们这个部分一定是不可以用跟中国制有关的设备哈、嗯。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个采购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议题？我想行政院那边会有。现在啊，现在是信联标到，信联是哪一家公司？信联就很清楚，它是中国经信通信公司，然后它上面啊是中信原来的副总，现在它的背后很清楚，就是有解放军的系的这个背景，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只要每一次得标。我告诉你，只要是台湾的信联得标，中国就在北京的京信集团就放鞭炮，说我们又得到一家了。但是他们标会不会赚钱？我跟你保证不会赚钱，他都用超低价、超低价、超低价去抢标。我们 NCC 没有任何的作为。这可以去查，这个通通都有啊。他们得标是事实、啊。我跟委员报告，信联登记跟中国的。京信通信是同一家公司，他们登记的地址都一样，所以这个部分不是吗？这个部分是这样哈，就是说针对4G以及未来的5G哈，我想我们跟国安会这边已经非常确定的，就是说我们未来在这个对外的制造的部分，这个是核心网络跟基站，绝对是不会用中国的品牌。对。那至于说其他的部分，你比赛公嘴巴说要十面埋伏，其实到最后都是网开一面嘛。
哦，如果有法定的规定，我们绝对必须要依法。这个不会说有法律规定。现在所有的这些公司，通通被征信中国的征信标走了，你们都不知道吗？所以委员注意看哈，我们其实就是要把这些相关的规范未来核准驳回的依据，但是现在已经被标走了嘛？问题在这里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就开大门让他们随便进来嘛。所以注意，我想想为一句话要跟你讲了，因为我也不要占太多时间。最后一句话，在其位就需要某其政了，不某其政，不在其位就不某其政了，不某其政就不在其位了。我们会全力来做这个事情，是。你在其位就要某其政，你不在其位不要某其政，但是你不某其政，你就不要在其位了。啊，你有清楚不？很清楚，委员，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依法应该要做的事情。希望你在这个位置里面，不管哪一天，只要在这个位置里面，就好好做事情了。一定是这样子。是，谢谢，谢谢。好，谢谢保经委。保经委，你刚才讲的都是假新闻，是不是？都是真新闻。哎呀，解放军攻台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你不要在那边讲什么精信什么的。评论委员的发言。我尊重委员的发言了、啊，但是你不要针对中天一家来啊，是不是？是不是？你也把其他的啊，民事啊、三立啊什么也可以啊。你们还是独立行使职权哦。我想我们在委员会没有蓝绿的问题，我不是替中天讲话哈，但是没有蓝绿的问题，要有证据，几分证据办多少事情。不敢，我不敢冒犯你，好不好？好，谢谢保清委员。接续请林俊宪委员发言。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 NCC 詹主委。好，请詹主委。请詹主委。委员好。主委好。主委你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啊？我们台湾社会啊。对于目前在各种管道充斥的假讯息啊，民怨非常深啊。刚我们提到了，这是个不分蓝绿的问题。大家对 NCC 为什么面对这样的状况没有作为，非常的不满意，你知道吗？你有感受到吗？是，我想就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过去的这个制度可能它不是很健全，所以我们也非常来把这个制度把它健全化。制度如果不健全，主委你最常讲的就是法令不足。没有，是不是这样？对不起，抱歉，打断。是不是这样的？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制度不健全，那你要提出来啊。法令不足，你可以提出法律啊。立法修法的管道啊，不是只有国会啊，你行政机关也有主动权啊。主委，你知道今天登记了多少立委要到交通委员会来质询 NCC 吗？我看有100位立委来登记哦。我们主委的脸色都，主席的脸色都变了。好，没有啊，全部才20几个、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为什么大家对 NCC 啊、哦、有如此强烈的不满？委员容我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在既有的规范之下，我们怎么去做得更好的？我待会问你在一起答复。好，谢谢。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今天哦，这是长期累积以来。如果以这一届的立法院我来看呢、啊，将近快4年的时间，3年多来，大家对于为何我们台湾呐、啊、好像快要失去控制一般呐、啊，任何的假讯息、假消息、假新闻呐、啊，如入无人之境呐、啊，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好像没有政府在处理管理这一块啊。尤其啦，很多的假讯息，它是针对选举，是不是这样？那这个对社会的影响更大、啊。如果没有选举，会有这样200万吨文旦倒在水库吗？不会有啦，那是为了选举的。那我跟 NCC 反映 ，NCC 说啊，你的流程了啊，电视台一个礼拜开自己的伦理委员会。那电视台自己开的啊，20天内答复我们 NCC， 然后 NCC 再开一个会来审查电视台送来他自己检讨报告，来来去去啊，不几个月了，选举就结束了嘛，或者是说不是为了选举的话，伤害也造成了，
诸位啊，这种状况你应该很清楚吧？你应该接到很多对你这样不满的事情吧？的讯息吧？是，好，那我再请教主委啊、哦，主委，你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我请教大家啊 ，NCC 的主委怎么来的？行政院长提名，国会过半同意，是不是这样？那你看看我们行政院长苏贞昌怎么看我们 NCC 啊？你虽然不是苏贞昌院长提名的，但苏院长说啊 ，NCC 啊，谁都管他不到，但他什么都不管。一个行政院长对你 NCC 的作为是这样的评价，那你情何以堪呢、啊？你自己怎么感觉呢？你的第二个权力来源是立法院的国会过半同意权呢、啊？那你知道现在立委对你 NCC 的作为满意吗？我对 NCC 的作为啊，我们很多的立委同仁啊，我感觉到啊，所有行政院内阁里面最不满的单位啊，就是你 NCC 啊。如果你的两个权力来源，行政院院长还有立法院，如果都对 NCC 这么不信任，对你的做法这么不满，你当这个主委还有什么意思啊？你当这个主委有什么意义呢？我们 NCC 的独立机关啊，不是随便你乱搞啊，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啊，你还是内阁的一份子嘛，你还是阁员嘛。只是啊，独立机关在行事的时候，我们希望你受到干扰最少。我们希望啊，你的执行的个案不会受到外力的影响啊。但不是你什么事情都没有作为。我不知道你对于你自己担任这么三年的主委，你的长官对你也不满，总统对你的做法满意吗？你知不知道总统在跟我们立委座谈谈话的时候啊，面对大家对 NCC 的不满啊，总统也说他很不满意呢。啊，你总统对你也不满意，议长对你也不喜欢，那国会那么多的委员对我们 NCC 啊也充满了愤怒不满。我说这样，你做这个有什么意思？你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当个主委要干嘛？那你也不跟大家讲清楚。如果法律工具不足，那你要提法啊，提法案出来啊。你为什么不能处理啊？主委，时间给你。谢谢委员。就这个部分来说，哈，就是说各界的这些声音，我们委员会其实都有听见，也都有理解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如何在法定的要件之下去强化它的程序跟发挥法律真正有的功用？那重点是在什么？就是说现在如何去提升媒体的公信力？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委员刚刚强调就是说要不要修法，要不要什么？这个会牵涉到说我们针对媒体的监理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把它修成说，就像警察开罚单，今天有这个事件，明天就行政机关就直接认定就罚单开下去，这也是一个修法的方向。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如何让既有的这些流程能够加速它的进行，缩短它的成效，缩短它的时效，同时能够让这个媒体的公信力真正的有提升。我刚刚有强调，除了个案的这些财罚跟累积之外，现在还有一些是整体营运行为的问题，这个我们绝对会来做行政上的监理。大家对你最大的不满是认为我们 NCC 不作为了。你讲的那些，那你做什么？好，没有错了，你点出问题， 但权力在你们手里啊，你们是主管机关呢，那你告诉我们这 有这么些问题，那我们怎么办？没有，所以刚刚讲的东西不是把问题说什么，而是说跟委员会报告，就是说我们会处理的方式是在法定的基础上来做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尤其啦，如果依照广播电视法，其实你有很多工具了。现在我的看法跟你不同，你是有法不执行。你按照我们广电法第27条也好，43条也好，其实 NCC 啊，对于媒体它太过超过。过分的时候啊，你是有权力的节制啊，你可以去要求他们啊，社会看得到啊，你是伤害言论自由，还是媒体超过了那条线了、啊？
这个很清楚，这个总比你啊任由一些非常离谱荒诞的乱传的新闻啊，叫大家感觉起来是台湾没进步啊。是，所以我刚刚每个人都跟胡说八道一样、啊、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哈，委员从个案跟从整体营运行为大概的做法是这样哈，就是说比如说文旦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在报道出来之后，我们第二天请他到会说明，那后面再走这个程序，但是会加快哈，那个不是加快，而是说让它更有效。那但是整体营运如何，它在根本就是可能自律内控可能有问题。文旦的事件呢、啊？对，他一直挂在那边，根本没有下架了。我也接触过你们 NCC 啦，你们说那是言论自由了，没有了。然后你们说啊，那个是什么政论节目了，不是新闻了。我跟委员报告，政论节目还是必须受他自己内部自律规范的范围的范围、啊，一定是要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啊，你也知道啊，这个假讯息为什么而来，就为了干扰影响选举而来嘛。那你处理完选举早结束了、啊。所以跟我，那我再请教你，你如果依照广电网27条了，直播新闻违反审查原则，造成公共利益损害了。NCC 啊，5年来啊，好像最近几年来只有一件了、啊，是不是只有一件？跟事实查证有关的，在我们最近这半年来大概有2件，对。那哪两件？一个就是那个一个东森，一个中天。嗯、有两件。是。只有两件。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嗯，这些案子就是我刚刚讲，他这个内容咨询委员会在上个礼拜也有好几件了，所以我们会送到委员会来审议。对。每次咨询 NCC 好像跟你在抬杠啊。没有这样的意思。这个也造成了、啊。大家对政府更没有信心了。你知不知道，如果啦，你领导的 NCC 啊，是所有内阁满意度里面最低的、啊。那如果啊，你的长官啊，行政院长、总统啊，对你的表现都很不满了、啊。如果连大多数的执政党委员啊，都认为你不适任了、啊，那你会不会考虑辞职？跟委员报告哈。就这个部分来说，我自己个人跟我们委员会，我想我们都会在法律的这个要求之下，我们会尽全力来执行我们相关的业务。那你就做啊、嗯、如果我是你，我觉得做这个主委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也没有人肯定我，也没有掌声，然后就这么在被冲上。我如果是你我就辞职了。阿拉伯利都爱提出真正该做该处理的，你应该行动，这个不是政党的问题啦，是这我们一般民众百姓啊。各位你知不知道有人民自己发起要抵制某一个电视台，基本上这个就是不对的嘛，你表示这是政府不力惯嘛，这国家没有法律一般，还有民众自发性的啊来抵制某个电视台，不管他电视台是蓝是绿的，我抵制蓝的抵制绿的，标示你这个政府啊完全放任，已经失控了，那民怨已经爆炸了，靠近很凶嘛。而且你们如果这样看的话 ，NCC 啊是严重失职啊，你们捆你啊，根本是个僵尸单位嘛。我觉得建议啊，你好好思考一下了。好，我们会在既有的法律基础上再往前去做。好，谢谢诸位啊，谢谢主席，谢谢委员。好，谢谢林进宪委员。今天这个火药味有点重啊，你们要说明一下好不好？好。下面请童慧珍委员发言。好，请詹主委。请主委，谢谢。委员好，主委，你今天早上压力有点大哈。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回复委员的问题，谢谢。主委。台湾的 NCC 啊，其实是仿照美国的 FCC 联邦通讯委员会成立的。好，但是在美国哈，我从来没有看过，就连川普在选举的时候哈，我都没有看过川普针对抨击他最厉害的《纽约时报》有任何的这个这么严格的这种言辞的这种哈训练责骂，或者是任何单位来这样评论，所以我今天早上其实听一路听来啊，对你还稍稍有点同情了哈。不过我是觉得台湾呢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每次在选举过后都有这些氛围出现了，都有这些那我就要请教这个詹主委哈，
我一直肯定 NCC 是一个独立的机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当然选举过程当中，民进党的人当然遭受很多的假新闻，但是国民党也遭受很多假新闻啊。就像上一次这个我们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受到很多的这个假新闻。我就想请问詹主委，如果将来你在面临这个状况之下，会不会有半蓝不半绿的这样情况，或者是影响你独立判断的，像今天这么多的这样的质询啊，总统、行政院长都对你大加抨击，对你的影响大不大？好，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刚刚几位委员的质询，包括刚刚有提到的可能首长或者说外界的声音，这个一定都必须要听到哈，因为独立机关并不是孤立的，而且也是行政职能的落实哈，所以这个部分无论如何，这个一定是必须要去听到各界的声音，同时要去看我们自己的法规法定的执掌有没有落实，我想这个一定要先建立。这个不会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故意不去听，或者说有所偏颇。所以无论如何，这些声音都必须要是我们在执行我们业务的时候一定要去听见的，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就是有关于刚刚委员提到，就是这个半蓝不半绿哦，这个。NCC 在处理相关的案件，如何去加速行政的程序跟有效性，是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要提振媒体的公信力。我刚刚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当然因为第四权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制度的配套，也就是说针对媒体的报，我讲的是广电的媒体了哈。广电媒体的报告，他不会说今天有一个报道，明天就开一张罚单出去哈，这不会是这样。但是也不容广电的媒体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自律规范都写得这么清楚的情况之下，而完全不根据他的规范去做。所以 NCC 要看的是什么？要看说他这个自律规范有没有去落实，然后有没有尽到真实查证的义务，这些东西是 NCC 本来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明白了，接下去我知道会有很多人，你还有很多机会去说明你的这些理念啊。我接下去等一下针对我今天要这个我们今天有意见的哈。我最近听说很多人哈，大陆的这个 OTT 的业者腾讯啊，他这个视频很快五月底就要到台湾来了啊。那目前为止，如果台湾的媒体跟台湾的这 OTT 业者其实都很关心，因为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如果竞争方面这个有落差的话呢，哈，我们不知道这个当时我若没有记错，2016年有一个爱奇艺也是申请，但是被我们投审会这个拒绝嘛，就丢回去嘛，哈。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这样不来啊，他们后来就成立了一个代理商，叫这个爱奇艺，叫 ODD 代理商，来帮助他们落地啊。事实上，他们现在也在台湾，也有很多人的这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经销宣传，来甚至于他请了人上百人，这个公司很大哈。所以我就想要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担心朗讯就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腾讯视频是不是就沿爱奇艺的模式下架到台湾来？那么主委对于这样的讯息有没有掌握到？而且是不是像外传的这样子，如果他们利用这个灰色地带的这个法规要落地台湾，对于我们本土的影视业者他们都很关心啊，这个冲击很大。那么将来像腾讯、像优酷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用这样的方式来到台湾， NCC 请问有没有预拟你的对策？好，跟委员报告哈，这个议题是这样，NCC 跟文化部一起共同，我们有一个 OTT 产业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其实就是跟 OTT 的协会相关的业者，还有卫星工会，还有甚至相关的执法机关，因为 OTT 业者所面临到的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一些侵权啊等等各方面，甚至智慧局一起，所以在这边我们持续都有在看这件事情。委员关心的议题会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 OTT 影视因 OTT 这种提供服务的模式，它的这种适当的这个监理的方式是什么？那这个方式就是说，以国际来看的话，这一类的业务它其实不是用发照的方式，可是它是以可以去，比如说要求它做这个内容也要有本土自治的比例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跟文化部我们都会来做这个事。可是另外一个议题就在于说，特定的 OTT 它是不是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或者说影响到其他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刚好，其实我们例行性的会议在上个礼拜就是有 OTT 刚刚讲的那个交流协会第十次的会议，那我们也听业者的声音，那业者其实就有提到，就是说除了一般性的这个他们会比如说跟 Netflix 或者是这些合作之外，针对特定的 OTT， 它可能会因为这些相关内容的播送而导致引发国安的疑虑，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国安的单位会有相关的讨论。可是重点在于说，
一旦确定是跟国安或什么有关，那他绕个道他怎么来？那如果说确定是跟国安单位有的议题是有关联的，他必须要被适度的禁止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我也可以在这边公开的说，公开的方式就是说，可能他跟台，因为他传输他必须要有品质嘛，他不能没有错，他不能有 lag， 不能卡卡，然后不能看不清楚。那这个部分如果一旦确定某些特定的 OTT， 他即使不让他落地，但是他有关的议题，那这个时候他透过代理商或那我们就透过 ISP 或透过其他的方式去处理，这个是技术上可以去处理，或许他还是可以看得见，可是他不会有这个品质。但是这个东西就需要有一个特定的这个认定。那我想我们有这个，等到确认之后就会。其实既然诸位都讲到这个国安问题，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只要讲到国安问题，我想中华民国所有的民众通通都会支持你啦，对不对？就是对于这种有国安问题的，我们都会仔细考虑。只是在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进来台湾以后，对于台湾本土业者、影视业这个 OTT 的这些业者，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跟文化部有合作，这样子怎么样扶持这个产业，不然我们永远，或者是你有一个变通的方式，怎么样让那些，因为现在他们进来，你看我们没有法规可以管，也没有税收可以收，其实双输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在国安疑虑的考虑之下，然后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 OTT 的业者，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扶植他们，就慢慢有机会上来，而不是说一味的在这个产业上，我们台湾就沦为于挨打的这个情况。委员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跟文化部一起成立这个 OTT 产业发展平台的最主要的目的哈。那刚刚除了讲说这个因为OTT 它是一个跨境传输，那重点还是在于说你有什么好的内容可以吸引观众来看，是，所以针对OTT 产业怎么去扶植，甚至文化部跟我们一起讨论有没有国家队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个需求，在而且文化部在补助的事项里头也已经扩及到这种行动通讯载具上面的各种不同的内容，也不是传统的电影跟传统的电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产业发展面来说是有一些相关的配套。好，那至于说跟跨境的 OTT 怎么样去合纵连横，怎么样去合作，这个我们也会邀请这些相关的业者一起共同来讨论，这个持续已经到第十次会都有一直往前在推。那至于说特定的OTT 的业者，影视音的 OTT 的业者，他是不是有会造成刚刚讲的国安的疑虑或其他治安的疑虑，那这个部分又另外专案再来讨论，所以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处理这个事情。再请教一下哈，台湾的这个5G 建设哈，其实一直看来都是落后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啦哈。我想请问主委，你有听过 Gartner 这个单位吗？这个研究调查机构，他对我们的评估你知道吗？其实各方的很多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包括才刚举行完毕的这个 MWC， 其实有很多相关的报告哈。我想我要不要先说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我再一并的回复。我是希望知道说哈，因为我们现在又要考虑说，大家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开始像欧洲都禁用华为设备嘛，对不对哈？那我们5G 又要考虑到不用这个，要扩大禁用录制的这个电信设备，然后我们又这个我们自己的5G 呢进程又一直在延后哦。我想说有没有这样对应的策略 ？NCC 有没有想到怎么样来弥补中间的落差？好，我跟委员报告，台湾的5G 的试照跟目前的规划其实并没有，并不是所谓的落后于世界哈。所以我想，因为当然有蛮多国家，比如说南韩或什么，他喊出来说他是没有 5G 就要商用，可是上个两个礼拜前又有一个新闻，因为他虽然试照，可是他建设来不及，所以他必须要延后。我要跟委员报告 ，NCC 台湾的试照频谱的规划，在经过准备以及 SRB 的会议，以及行政院马上就要确定公告他的这个台湾的频谱量表，台湾的试照绝对不会落后。好，那我请主委到时候给我一个这样的详细说明。我今天的时间真的很有限，我现在还要回到这个刚刚那个问题哈。主委，你也认为 NCC 是一个独立机关对吗？我们在通讯传播基本法上面是独立行使职权，但是我刚刚有强调绝对不是孤立的，因为这里面有牵涉到很多行政上相关的协力跟合作，在个案的裁处上我们独立审议，但是在很多行政的推动上面必须要是跟很多部会要协力。那主委，你觉得总统跟行政院长这两天对你的这样的批评有没有干预到你啊？我们其实看的是说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都必须要听，这些一定都是要听嘛，而且一定也是要了解嘛，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依照通讯传播基本法以及组织法来
依法来执行我们的任务，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无论如何一定是要来做这个进一步的来继续去强化我们的职能，这个是应该要做的。对，好，谢谢。好，谢谢童慧珍委员。下面请叶怡晶委员发言。好，我们请主委。好，请主委。委员好。主委好。主委，我们开门见山，这是你管的《卫星广播电视法》27条，注意看，27条，它包含的不是只有电视新闻台，它包含直播的节目，最上面一行不够高啊，直播的节目，它包含广告内容，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直播的节目。好，并不是像你说的啊，我们真的是有给你工具，哎，不是没有给你工具管理，哎，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53条是27条，罚则在这里很清楚。诸位，我就要问你了，这个节目他故意，我认为他是故意，因为跟他讲了以后他就打死不改，他故意制造假消息，这个呢来影响选举，影响农民的农产品的价格，这算不算违反善良风俗？这算不算没有善尽社会责任？算不算没有善尽社会责任？跟委员报告哈，您指的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幼稚事情哈。好，好，我指什么哈？大家心里有数。我要跟你讲，这甚至不是只有社会责任，这是想要企图影响民主制度，想要影响选举。主委，同样两个假新闻、假消息。熊猫石虎的事，他下架了，一片黑。可是文旦的事，打死不下架。为什么？因为选举如火如荼在进行。我们从礼拜一跟他讲，你乱讲，错了，农民出来讲。礼拜二再讲，礼拜三再讲，礼拜四再讲，不下架就是不下架，继续摆在那里制造假新闻。他想要什么？他想要影响选举，哎，不是吗？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哈，就这个部分来说，我刚刚已经有说，就是说相关的这个法规的适用，尤其是特别是在查证的部分，他不会只有在他评论的节目也包括在内。这很清楚，同样一家，这个没有选举，他下架了，被舆论说了以后，他下架。这个舆论大家也说啊。他就是不下架。好，你说你有处理，主委，我们大家都知道，到今天为止你只有处理一件 ，NCC 到今天为止只有处理一件，罚了多少？这里给你，尚方宝剑在这里，20万以上、200万以下，还可以停止播送该节目或广告，并采取必要更正措施。结果你只有处理一件，而且是20万，对不对，诸位？难怪大家对 NCC 失望嘛，难怪大家觉得 NCC 没有用嘛，不是吗？诸位，这种伤害，今天是幸好郭国文当选，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你说了一大篇。过了半年，广电法都多久了？过了半年了，没有消息。过了一年了，没有消息。是过了15年了，没有消息。只有一件20万，我们要 NCC 做什么？如果今天郭国文落选了，如果今天郭国文落选了呢？这伤害谁能够弥补？
好，我跟委员说明哈，就是说在这边其实相关的处分它会扣到某一些特定的。对，你刚刚在报告，我很认真，什么？我不是不让你讲，我很认真的听。你告诉我要审查，要自律，然后再经过内部，再经过外部，再经过 NCC 的咨询委员。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来，如果有一个电视台，他一天24小时的整点新闻，不断的攻击一个人，而且整点新闻里面攻击的时间处，一个小时攻击30几分钟，攻击特定一个人，一个小时攻击30几分钟，然后一天攻击24次，这有没有夸张啊？这有没有夸张？夸张到国际媒体都来关切访问，结果 NCC 有什么作为？这个就是我刚刚讲，除了这些既有的法规的规范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已经是属于整体营运的行为。整体营运的行为里面、就是，它属于整体营运行为。我现在不问他，我问你 NCC， 你做了什么？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行政调查已经会请他们来，然后就是会就营运不当的部分是不是构成？是吗？会有对，所以都不构成。没有，我们国际媒体都来了，都不构成。你 NCC 到今天为止没有处理嘛？我告诉你，我就直白告诉你，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案例。就在反媒体垄断法的时候，连国际媒体都来访问我，都来了解台湾是到底怎么。结果呢 ？NCC 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完全没有任何的作为。我今天不是帮我自己讲话，我是要告诉你为什么大家对 NCC 失望，因为给你工具，给你法律，你到今天为止只有处理一件，20万对一个电视台，这算什么？难怪他会觉得无所谓嘛。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其实像这些相关的法规，这些个案，当然他程序他有他法定的要求，我们怎么样加快。可是其实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刚刚委员谈到的那个状况，其实是在整个营运行为，事实上我们刚刚有讲他的自律还有没有功能，这个时候法律怎么去介入，监理怎么去介入。对，所以我们这样子哈，这个部分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行政调查本来从2个礼拜前就已经处理启动了，然后就这个部分我们会就是不是构成营运不当的部分，因为它等于是自己自律的规范都没有遵守了，自律是不是失能哈？这个部分委员会来审酌，所以我要跟委员报告，反而是就这样的一个程序，它有它很严格的构成要件，可是，在整体的自律是不是失控、内控失当，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必须要发动。对。你这些说辞，从第一个你自己报告，再来每一个委员质询，再来每一次的事件，再来每一年，你都是讲一样的话，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再听下去了这一套，那就表示你每一次拿出来，因为每次拿出来说的、做的，通通都是没有一点点效果的时候。我跟委员报告，是因为我在这边我。不能去讲个案，还要 NCC 做什么？我不能讲个案，只能讲原则哈。那当然，这边就我没有跟你讲个案、哦，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必须要讲的是原则，所以可能就是会形成这样的状况。那但是这些东西，你的原则就是不作为吗？哦，当然不是。我刚刚你的原则就是束手无策吗？我刚刚有说这个法律可以用的工具里面，大概怎么去启动？大概我刚刚讲已经有跟委员做报告。如果该修法，那我告诉你怎么样有效了哈。来，诸位，我想了两种可能有效。第一种，你试试看，像道交管理，我们来这样做。我们违规的时候，交通部要我们去上课，对不对？现在还要我们去看殡仪馆，甚至将来说可能要我们洗尸体，有没有？来，你就把他的违规管理，叫他自己拨给自己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要求他制作一定时数关于自己做的假新闻检讨的公开播放，自己的检讨公开播放，道交就是这样玩，不是吗？相关的必要措施这个部分可以考虑。好，对，这是可以考虑哈，可以考虑。如果最后认定是处处必要的措施，我在这个地方讲的话，行政部门都真的有慎重的考虑，比如说没入车辆，比如说
应该到殡仪馆去上课。我现在具体的建议你，他自己制作他自己的假新闻，事实查证了又是假的，他就应该要，这也是更正的一种，自己播放，公开播放给大家看，我错了，我做了假新闻这样的节目公开播放，可以吗？这个可以算是必要措施的一种，可以考虑。好，再来还有一种他才会真的痛，叫做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台，这言论自由，就把他当成神话好了，当成他在讲故事，公告了，就让他去后面最后面的频道，让他自己去讲好了。这是一种行政手段，变更频道，不是吗？可以吗？我们会来讨论看这个是不是可以算作是必要的措施的一种。所以我今天不是只有质询，不是只有说出问题。我了解，我真的有，我具体的告诉你做法，希望你能够慎重的参考。他不是只有这样，连网红瓜吉都很明白的跟你们申诉，直接的说，来播一下，播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31条。跟委员报告，有没有？也是一个案子要送到内容咨询委员会了。有一个这样的案子。瓜吉大家认识，瓜吉都说大辣辣的来跟我推销新闻植入，连价码都开出来了，17万。他瓜吉也是公开在上面说，来31条，可以吗？我再帮你找好了，跟委员报告一样。主委，一个这样子的个案，我们会来审议。对，是来审议，又过了半年了。不会，这个大概这两三个礼拜。不会，怎么不会呢？这从2018的9月到今天，就是要这样跟你公开的指责，你才要这个礼拜处理，是不是？刚刚有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把内容咨询委员会的频率把它加速开，因为案件量一方面也多，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也必须要有一些加速进行的时效性，所以内容咨询委员会的频率会加速的开。这个我们同仁已经有这样子的安排跟这个规划，而且从今年开始。好，诸位，国人真的对 NCC 很失望，再这样下去，我们真的就像你说的，没有人会相信新闻了，民主制度也被破坏了，这都是你们 NCC 不作为应该要反省检讨的地方。这个是现在 NCC 必须要去做这个行政调查，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了。不要只是讲，我们要看到作为。当然，不要只是讲，我们要看到真正的作为。以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适度的来揭露，说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我想这样子外界会更了解，这样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叶议经委员。现在时间10:30啊。不过我跟主委建议，你要按照你的职权独立行使职权哈。委员的发言你会有压力，但是我希望你秉持公允去做，好不好？我没有针对哪一家电视台，好不好？昆总员，10:30了。尊重大委。好，请昆总委员发言。我讲完了。因为你也是招委，我也不好意思干预你啊。你别乱了。好，来，谢谢招委，请下张主委。张主委。委员好。主委你好。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台湾在过去为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经过多少人用生命、用自由所换来些微的民主成果。所以我们现在不会像中国的广电局，或者是过去威权时代的新闻局，用法令、用行政手段、用监牢来干预或者是钳制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现在大众媒体是我们民众获得新闻资讯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
他也成为制造或者是引导舆论的一个工具。我们对于相关的言论新闻自由的保障多元健全的发展，当然是 NCC 重要的职责，但是国人是失望的。执委张主委也必须要深切的检讨，我们对于要保障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当然有很多的 NCC 的相关的原则还有他的手段。我要请教主委，我们第三方的查证机制，我们的媒体试读相关的推动到底成效如何，来说明一下。好，我跟委员报告哈。刚委员前面揭示的这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可是现在 NCC 关心的是说，有没有人滥用这些自由来反而侵害了民主的程序，而且让这个媒体的公信力一直不断的下降。所以 NCC 要做的是提振媒体公信力。你认为有没有滥用新闻自由？你认为有没有变成伤害新闻自由多元发展？有公平的让民众？或者是政治人物让多元的意见能够呈现在新闻吗？这个就是说，台湾的新闻现在有外部多元，也就是说很多选择，但是针对特定的电视台，它有没有内部多元？对，我就请教你嘛。这个部分媒体试读的推动状况，还有第三方认证，还有媒体的自律，你认为有成效吗？媒体自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透过行政调查的方式，就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营运不当的问题，我们会来处理。第二个部分有关于会来处理，就是没有绩效嘛，也没有效果，我们会来审议，我们会来审议。对对对，主委你已经是第三年的主委了，我不想讲太重的话，这个都要检讨。第二我要请教你，我们 NCC 有节目广告内容咨询委员会，对不对？是。相关的对于虚假讯息的检举案，11月到现在应该有很多件吧？对。而处理的状况是如何？我刚刚有跟委员报告，就是到上个礼拜五是第二次，今年度的第三次的那个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内容咨询委员会，然后他们做成建议，那我们委员会就要到委员会来讨论跟排版。现在又是建议跟讨论，也是看不到实际的能够保障多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样的一个状况的绩效出现。好，那我再请教你。卫光法第18条啊，就是我们 NCC 大家认为最不想用，但是也是最后的一个手段，就是换照。那所谓的换照，卫光法第18条就是在执照届满的前6个月要申请相关的换照。那换照有两个程序，第一个是初审，第二个就是委员会的审查。那刚才大家有提到卫光法第27条第3款第4项有关于事实查证原则，这应该是新闻啊的一个最高的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它在整个换照的评分里面只办8分，只有8分，而且它是一个总分的及格制，就算你这个事实查证不及格，都做得不好，你也不做，但是对于你的总及格分数影响不大，所以他初审不会有问题的。另外就是委员会的审查 ，NCC 设立到现在有哪一个换照？当然换照就是啊，他必须要重新的申设嘛，有这样的案例吗？也没有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卫光法第18条，或是卫光法第27条第3款第4项。我们对于相关的虚假讯息伤害言论自由、伤害媒体的专业性，我们一点能量都没有啊。我跟委员报告哈，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过去当然从这个刚刚大家委员质询很多，就是说个案法条的认定上面，可是现在是整个营运如果也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主委我们要提醒你，就是说
我们保障言论自由，保障新闻的专业自主，但是整体的新闻台部分真的是国人都看了摇头叹息。新闻台不应该是宗教台啊，新闻也必须要经过基本的查证啊，那不是专业，那是良心啊，男女都应该一视同仁啊。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的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虚拟的世界。我们对于新闻的看法可以一件事实有不同的观点，这就是民主多元的社会。但是你不能没有事实，捏造事实来做新闻，或者是你让一个新闻台只是一个特定的政治人物的直播台、宗教台，这对民主政治是伤害的，这也违反人民的媒体接近使用权，这都是 NCC 要具体做的。我们今天会跟主委在这边这么严肃的讨论，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做法，不管是媒体的自律，不管是第三方的查证机构，或者是媒体适度的推动，绩效在哪里？我们的节目广告内容咨询委员会接到检举案所处理的绩效又如何？人民也是看得摇头叹息。相关的换照，不管是初审或者是委员会，形同虚设。诸位，让你说明吧。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这些相关的程序，我想我们未来可以把这个一方面，当然刚刚讲程序如何更有效，然后适度的就是把这个资讯揭露，然后再来刚刚委员谈到的，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其实现在整体是营运跟内控产生问题，所以我们会用另外的方式哈来做这个行政调查跟处理。当然这个目的不是，所以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讨论相关媒体的营运或者是它的内控。而是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组织法第一条就明文规定了 NCC 的重要责任健全影视市场的发展，多元声音的均衡，让整个民主政治可以更加的落实，这是你们重要的基础啊。诸位，相关的作业啊，你必须要提出具体的做法。我们不能让虚假的信息侵害国安，破坏民主政治的多元发展，让整个虚假信息去引导、操控、主导人民的一些想法，这都不是民主政治正常发展的现象。我们就是在期待主委除了检讨之外，你能不能提出具体的改善措施？委员报告，我们把这些相关的这些程序，因为法定的程序还是在那边，但是法定的程序怎么样更有效？程序都有啊，我刚才都跟你提过啦。那但是就媒体试读、媒体自律、第三方查证，然后的换照的初审、换照的委员会审查，也跟你提到节目广告内容的咨询委员会，相关的程序、法令、手段都有。但是呢，我希望主委好好的检讨。对这些部分怎么样去扣接，同时让它的效能可以呈现，这个是我们会来努力。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李坤哲招委。下面请刘兆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牺牲休息的时间让我们咨询。刘兆豪委员发言完休息啊，休息十分钟。我请主委呢，好，请主委。委员好。
诸位好，诸位，我们今天其实也不是今天啦，这长期这几个月来，我们社会大众都一直非常关心假新闻、假消息的事情哈。我先站在你的立场想了哈，你一定会想说，行政的工具不够了哈，或者行政程序上没有赋予你那么大的一个权利，或而且最重要一个原因，可能认为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在如何在管理或者是处罚假新闻的散播的时候，哦，是有言论。怕跟言论自由会相冲突了，哦，我先站在你的立场这样想，哦，诸位，言论自由确实是我们要去捍卫这个人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哦，但是我们一定也听过一个在描述言论自由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说言无论如何的主张言论自由，但是它不能建立在假造会侵害别人的权利或制造危险的基础之上嘛。比如说在一个拥挤的电影院里面，你不能去基于的言论认为是言论自由，然后故意说失火了，就造成人群的慌乱，甚至会有人因此而受伤甚至死亡。我相信这个简单的故事大家都一定听过嘛，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你讨论是，我先问你一件事情啊，哦，诸位，现在你认不认为啦，你平常有没有在看电视啦，你身为 NCC 这个电视都是你管的，无论叫有线无线或卫星广播电视的话都是你管的，你平常看不看电视啦？我因为时间很有限，但是偶尔会看一下。那就你所知啦，现在社会大众认为这个假新闻假消息严不严重啦？就你所知啦，我要怎么处理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认为严不严重啦？就消费者在接收资讯，不要，诸位，你不要，你今天跟我讲很多啦，我现在就用我们回到一个最民众的基本的一个想法，这件事情啦，你认为严不严重，或你接收到的讯息假新闻假消息到底严不严重啊？就是接收到讯息的品质都不是很好，对，不，诸位，你认不严重，你身为一个 NCC 的一个主管，你在管这件事情，如果你不严重，你也可以大可这么大方跟我讲，我认为这个事情不严重啊，所以刚刚大家那么费那么多功夫讨论，确实是不必要的，啊。没有，我要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刚刚您一开始提到那个言论自由什么？不用啦，不用，我现在问你严不严重？你用干单，你麦克风他在，我们不是在行政团队常讲要接地气嘛？你用人民听得懂的问题嘛？我们今天讨论这件到底啊，哈，现在不止哪一个电视台哈，就如果现在在电视台在网络上传播的假，你要怎么处理，有没有办法处理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认不那么严重吗？你身为这个主管机关的一个首长，你当然认为这件事情严重，你才会着手去处理啊。所以我现在问你最根本的问题，认为严不严重啊？从这个媒体的公信力一直不断的被质疑哈，看是应该是严重的，嗨，诸位。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但是我们现在哈，我请教一下，你们 NCC 的委员是每个礼拜召开一次嘛？是。好啊，你们另外一个针对广播啊等等的内容评鉴的那些多久开一次？哦，我们现在在过去多久？你跟我讲多久开一次啊？我们现在应该会加速他开的。你不要跟我讲加速，来，主委，你跟我讲多久开一次？我们是希望说可能。你不要讲希望了，现在了，主委。它不是固定，但是我们在，啊，对，诸位，有没有规定你说你不能天天开或三天开一次？所以我要讲，诸位，你要讲的是你现在还没有做这件事情，没有，你认为这件事情很严重？要不然我再请教你一件事情啊，假新闻、假消息传播这么严重啊，不是严重，那么可恶啦，你为这件事，你个人啊，你为这件事情提案了几次啦？你们是委员制的嘛，你有提案权啊？法律没有剥夺你的提案权呢，行政调查，诸位，你不要一直跟我讲的行政调查，行政调查你们的工具够不够，结果可不可以遏阻，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你重不重视，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认为是严重的事情，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啊。我只有请教你啊，你自己为这件事情提案了多少次？你为这件事情你奋力的争辩了多少次？或者说你现在的行政上的工具你认为不够？你着手开始要修改相关的法律，你进行到什么程度？相关的内部，无论是新法规命令或者是法律，你进行的多到什么程度？我跟委员说明哈，行政调查的启动跟相关制度的配套，大概都是我个人建议委员会来同意这件事情的哈。所以，你对啊，诸位，如果你很重视这件事情，你现在其实就可以非常大大方方、明确的跟我讲，你为这件事情，
你提案了多少？一次没有解决，两次没有解决，你们可以甚至可以加开你们的委员会啊。这是一个态度的，这不只是态度呢。除非你跟我讲说，你认为你作为一个 NCC 的主委，你现在认为现在在你所管的媒体里面所传播的这些假讯息、假消息是不严重的。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行政调查的启动，还有相关配套机制的建立，以及咨询委员会的密集召开，还有邀请到会陈述，这个大概都是我们在委员会跟我们的建议。对， 对， 对，你建议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结果。你现在只有采访一个20万呢、啊？那个就是从今年开始建立的这些相关的制度。那个法条本来就有，不是现在才有这样。我是说，包括那个法条程序上，那现在本来就有。还有你刚一直提到了说。委员跟你反映现在假新闻的问题，你说啊，这个有些是营运本身营运的问题，哦，不是你讲说这个是可能是这个电视台营运的问题吗？营运反而比那个个案更严重，我知道了，但是你营运你的处理可以什么时候才处理？他换照的时候嘛？没有没有，那个东西就是说，当有整体营运不当的时候，那你现在本来就可以。那你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整体营运的处理，你一直跟我讲说，那你其实也变成说，你手边其实是有这项工具的啊。他要经过一些行政调查程序，然后我们这两个礼拜就差不多有几个案子就会讨论了。对，你现在才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没有没有，不是，是要前面有一个行政调查的启动，然后我们要审议讨论决议。好，这个就是我们机关本身运作的逻辑是这样子的状况。那我要再回应到委员刚刚讲的这些相关的配套跟如何去把这个内容咨询委员会的频率开加速，然后还有一些个案的检举，这些东西很多，大概也都是我跟委员会建议的哈，所以我们会往下来走。对，你多久？你之前都没有揭露任何的讯息啊，说你们处理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您是说每一个阶段大概就是你当然要揭露啊，不然社会大众怎么知道我们 NCC 是在注重这件事情的？是，那我们就是把，不然你其实既然社会大众对这样的讯息，我跟你讲，这个跟任何一个政党没有关系啦，把这些跟任何一个政党没有关系。现在已经这个频道媒体就是社会公器嘛，是政府所特许的一个行业嘛，现在这个工具，这个社会工具是被拿来滥用的啊。滥用之后，我们政府说你现在讲了一堆，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根本不去做处理。那人民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你说你有处理，那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进行的程度在哪里啊。好，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几个不同的部分可以做呢。那我们之后再把这个程序就做资讯揭露。第一个就是说，申诉的案件目前进行的程序，这个都有在网络上。第二个部分，我们行政调查的部分目前启动怎么做，然后到位陈述怎么样，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通通都来做程序 step by step 的揭露。对， NCC 主动的召开记者会，针对现在民众所注意的特定的假新闻的时候，你们总共召开几次这样对外的揭露的记者会？我们就这个部分如果有 个案的进展，我们就会发新闻稿，包括上个礼拜有上个礼拜，比如说熊猫跟那个文旦的事情，到会陈述之后，我们就以新闻稿对外说明他们到会陈述的状况，然后接下来的程序是什么，然后我们 NCC 初步的认定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有往解。所以你知道我们昨天在群组里面是要在讨论些什么事情吗？这是严肃的问题啦。其实我在咨询的时候，我都想给政务官多一点可以时间跟空间，让他们拿出一些成绩出来，再去评断他的所作所为啊。但是我们必须讲，诸位，你现在 这段时间所做的表现，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府的消极不作为，面对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啊。甚至我们在讨论说，啊，这个主委是我们选的，有选举制度，到底有没有罢免制度啊？诸位，你不用回答我了，当然是没有罢免制度啦。但是我也严肃的告诉你啊。是你这样的作为，你这样消极不作为，你讲了一堆，但是人民没有看到你积极的回应这个那么严重的国家挑战的时候，大家心里面是非常沉重的了。你有没有多的行政手段、行政工具在你的手上？我们不是要叫你去打击不同意见的人，而是当那么多虚假、造假、造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国家不能说我都有在做了，但是没有拿出任何的成绩出来。是。我跟委员说明哈，刚刚谈到的那个程序上对我们委员的这个选任或者什么，不
不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相关的制度怎么样，我们就不去做该做的事情。我要先说明这一件，不会说啊，好像都没人拿你怎么样，这不是这样的事情。这个我们本来该做的在法定程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刚刚谈到的这个，因为可能外界会认为说，你要 final 罚下去了，这个才叫做作为。但是它前面的程序，我们就以资讯揭露的方式来做。这个其实是一个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罚下去才叫有作为。诸位说这个程序，你刚刚讲说你不能评论个案呐、啊，其实我对这件事也比较质疑啦。因为你又不是检察官，你不是法官，你在这里不是叫你去评论个案呐、啊。但是你确实心里面没有一把尺的、啊，那把尺是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事情，就算我们在这里没有把那个具体的事情讲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是讲哪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不能讲说你那个最简单的一个基本判断，你不判断说这个是假的，你没有把这件事情认为是严重重要的，要立即去处理的。就会影响你空有那么多人，你空影响了整个制度嘛。所以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其实那个东西不是我，当然我自己有不用了，我时间的关系，因为主席的时间的关系，下次再。谢谢委员，谢谢。因为怕等下人数不够啊，我想处理临时结案完再休息，好不好？各位委员同意吗？好，没意见，我们处理临时结案。请议事人宣读临时提案。临时提案一，随着数位媒体时代来临，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因数位电视机上和具双向沟通功能，而可从头端收集使用者收视行为，自动精确记录用户收看的节目与使用者的服务数据，并加以分析各频道收视率。然而，用户之阅听之记录应属个人资料范畴，各家业者于使用分析前应取得消费者之同意，事后也应赋予消费者删除相关资料之权利。故建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重视国人之隐私权，修订相关管理规则，要求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非经用户同意不得使用分析其阅听记录资料，以收集资讯用户则可请求删除，并于二周内向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叶怡静、陈欧珀、李坤泽、刘兆豪、林俊宪、庄嘉宾宣读完毕。好，行政部门有意见。第几行？倒数第四行。哦，好。修订相关管理规则，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前年，应该是前年底就已经定了一个非公务机关个人资料收集及维护办法，而且已经依照这个办法。来，麦克风。而且已经依照这个办法去检视所有的电信跟有线电视业者的法遵，所以他这个管理规则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办法，现在是在推动跟落实了，所以可能这个部分我们会把目前推动跟落实的状况以及那个办法制定之后我们的作为有书面报告，这个是可以。然后再来就是说，要求有线电视系统业者落实，他一定要落实非经用户，所以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修订相关管理规则那几个字可以不要，然后呢，要求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落实这个部分，等于是已经有一个法遵的办法了。我们已经在一年多以前就定了，而且已经有把相关的电信跟有线电视业者的这个法遵都有去做稽核，都有去做稽核。对，好，所以各位有没有意见？可以同意，没意见的话，议事人员把修正通过哈。好，休息十分钟。跟委员会报告哈，临时提案已经处理完毕。如果有委员对上述提案补欠的话，列入记录。好，谢谢。
两小时嘛，那个。